艺人陈乔恩出道多年，拥有多部代表作，去年与在参加中国实境节目燃起爱火的马来西亚老公阿伦跟伟昌结婚。除了工作，他也经常在社群分享幸福日常。为什么大马这次的新年都在下雨呢？嗯，对啊，都是你啊。才不是嘞，都是你把雨都带来的。才不是，没办法，原来我娶了一个下雨女神。才不是。当然自己说自己是女神了。我现在过年其实不太下雨的，都是出太阳，大太阳，初一初二都是出大太阳，因为有舞龙舞狮会来，这种你知道吗？完了，我老公在 complain 我。没有，很好啊，下雨凉快点。是不是遇水则发？现年43岁的陈乔恩保有少女般的好身材，昨7日突然在网上晒出两张辣照。只见照片中的她穿着超大 V 领的黑色连衣裙，好身材一览无遗，从天鹅颈、锁骨、事业线与北半球全都露，让网友看完震惊留言：这是我能看的吗？好火辣，女神真的太美了。而从陈乔恩晒出的自拍照也可以发现，她自己也依旧保有一颗少女心，让网友直呼想要越活越年轻，肯定要像姐姐一样永葆少女心。